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爱一线观》。我们讲眉目传情啊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啊，就表示我们的眼睛的结构、眉毛的结构、脸部的这个肌肉表情啊，它都是非常丰富的，我们才能够传达出那份的一个这个互动啊，那个情感可以出来。所以要善用这个我们先天性的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个优势啊，而不是说躲在荧幕后面，或者是透过网络，你根本看不到对方的眼神，那个里面诡异的事情肯定是会非常多，甚至于欺骗的事情会是很多的，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真正的眼神了。好，我们先待会再跟大家谈这个瞳孔的这个眼神。另外，光这个肌肉，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为什么那个眼睛那么灵活，也不用去想，哎，我要往哪里移动，它自然就过去了，而且它也不会累啊。我们跑百公尺以后脚会酸，你看两次、三次，甚至眼睛也不会酸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它本身的一个厚度啊，只有3毫米啊。这个肌肉只有3毫米，1公分不到，0.5公分不到，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，几条6条的一个肌肉，就让我们的眼睛灵活灵现啊，各地可以转动的，非常佩服啊。然后我们的瞳孔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瞳孔稍微扩大，啊，瞳孔缩小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会根据状况不同，一个当然是光线，一个心情也有可能啊。所以心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？交感神经就是说，譬如说我们在说谎话的时候，或者心里有点什么鬼，这个心怀鬼胎的时候，交感神经会兴奋，所以瞳孔会稍微放大。所以你跟人家谈判的时候，要盯着对方的瞳孔看一下，看看那个眼神有没有点飘逸，有点点怪怪的。哎，他说谎话的机会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虹膜这个地方的厚度，也一样是肌肉啊，这是有一个圆圈圈形的肌肉，有一个纵轴的肌肉，它来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调的动作。它的厚度有多少？这个虹膜的厚度只有0.15毫米啊，0.15，刚刚是3毫米，这是0.15毫米，这个厚度更是不可思议啊！可是竟然能让我们的眼睛啊，来适应第一个不同的光线，泄露出情感啊、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出来，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眼睛的一个结构要好好爱护它，当然就不要过度的使用这些很伤眼神的东西啊，这个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保护还是要时时牢记再三。手机不能不用，过一阵子起来看看远方，哎，这个让这个瞳孔这个地方有点调节，水晶体有点调节的作用的时候，它会休息，它自然不会长久以后造成的一个对视力的一个损伤啊。而且我们的一个视力啊，哎，这个你看彩色的东西看得这个非常真切以外，其实黑白的一个东西啊，它有黑白的精致的美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。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国画，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恬静，可是它细节一样也是很重视的，它不是随便就这样子，哎，糊弄一下就给你过去啊，它还是有你那个山壁啊，上面的一个树木啊等等的一个橙色啊，等等都有它，还有一个凉亭在这里，那还有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来看那样的一个落霞孤鹜啊，是唐伯虎的一个作品啊，所以有它的一个意境啊，不让人家感受非常深刻。日本19、20世纪的一个画家，横山画家，你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个画作一样学中国的一个山水画，哎，但是有点泼墨的那样的一个味道出来，那个气氛呢、可以让你感受的非常非常深刻。所以我们看国画有很多事情啊，都是卷轴的那样的一个画作，跟西方不太相同。那给大家看一幅画，这个是故宫的镇宫之宝之一啊，这个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啊，范宽是北宋，也就是10世纪、11世纪初期的这个北宋的一位画家。这个高度是多高？我们在这里看不出来，206公分啊，宽103公分啊。所以它不是一般的那样子，我们看卷轴那个方式，它就是吊起来，而且是高度非常高，那个震撼力道是非常强的。那它是用什么样的画？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去做这个画布卷？就是丝做的那样的一个卷去画在上面，所以那个功夫啊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佩服。而保留1000年到现在，你还能看得到那样的作品啊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感动啊。所以这个整幅画里面，你就会看得到中间主体有一个
巍峨的巨石或者巨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那这个这边显然有瀑布，它的瀑布啊，细细的往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可是旁边的一个山壁啊，还是依然那样的一个雄伟壮丽啊，你可以感受得非常深刻。那山顶上，这个山坡的这个整个山的一个山顶上面，还有这个灌木丛在这样的位置啊，然后山壁上面它的一个画法，好像雨点一样。一个一个雨点在这个山壁上面，这个叫做雨点村呢、啊，这个画法的一个意思啊，把这样的一个山壁啊画，让你画的非常有立体感，这个层次啊果真是不一样。但为什么叫做行旅图呢？西山行旅图，所以大家仔细看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有一对商旅在这个地方过去啊，要往这个地方方向再去做前进呢？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带队，那后面有一些驴子啊，要把这样的一个行李、啊、往底下那个目的地去运送。所以这种行旅辛苦，古代你要去这个货畅其流非常困难，你要去看那样的一个山川水势，有它困难的一个路径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困难。可是他画出了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整的，你看那个驴子也都画得非常惟妙惟肖。然后局部这个地方，这个瀑布的一个下方这个地方，我们稍微放大，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。你看他那个寺庙或者是建筑，也是工笔画得一清二楚啊。这个200公分的一个东西，竟然这样的一个寺庙里面，你根本一开始一下子不容易发觉它存在的时候，放大来看还是那么样的工整啊。所以整幅画其实代表的，这不是说它只是写实把它画出来，像西方的一个画作里面，哎，这个山景就是山景，它有一点在那个地方沉浸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跟这个心跟山合在一起以后，画出来理想的山川壮阔，心目中的那样的西山，也有行旅啊，天上人间啊，大自然界跟人呢、啊、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佩服的一个作品的啊。山川呢 我们是人体里面也有很多山川的、啊，哎，这个也有水流啊。这个水流，肾脏这个地方，那一个20几岁的一个4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，出现了一个症状，就是解尿的时候会有点疼痛，然后腰部这个地方也会疼痛的一个状况，疼痛的情形也会到下腹部这个地方来扩散。那给她验起小便来，就可以看得到尿液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白血球，这个还有细菌的这个感染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一个尿道感染。好，尿道感染大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，年轻人也不是，这是中年人，他这个肾结石的一个机会是最大，他没有肾结石，可是感染又很明显，然后给他做电脑断层超音波先检查的时候，发现肾脏就是怪怪的。你可以看到肾脏这边的右边的肾脏变这样，这是左边的肾脏，右边的肾脏变成这么大，从正面看这是肾盂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肿大的一个状况。那大家想，肾盂肿大，那肯定是以前在这个地方有石头，或者现在有这个石头，把这个地方变成水肾的情形啊？不是，它是局部那个地方有问题，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感染以后，赶快给它做一个引流，把这个上面蓄积的一个脓液给它弄到膀胱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再加上抗生素的一个治疗，才能够把这样子这个局部好像化脓的一个危机啊，在这个地方透过引流把它解除掉。然后后来也因为它反复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啊，才把这个部分切除掉。那切除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石头造成的，先天性在这个地方有狭窄，所以狭窄以后它反复发生感染，然后造成的一个肚子里面的不定时炸弹，切除以后解除这方面的问题。感谢收看，再会。